麻烦公职人员，麻烦现场一边一国的公职人员来写白头前，咱原办的主任东山吼，伊也请吼，麻烦来要配合一下，来要配合一下。好，咱有准备证书。今仔日活动主要是向台湾这片土地、甲台湾人民宣誓。向咱所尊敬永远的总统陈水扁总统致敬，也麻烦咱现场的公职人员来遐会合，也感谢在场每一位好朋友，恁透暝坐阮车，透早来到这个所在，甲咱大家做伙，非常感谢恁吼，啊，咱互相拍鼓啊，鼓励一下，恁大家辛苦哈，感谢大家。啊，现场公职人员陆续要到吼，咱这公职人够真侪，即摆分配坐客人车要来到遮。一边一个正常关心台湾啊，最近阿弟也讲发的时间长过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会听未？今仔日是一边一个连线，咱家的市员，伫明仔载25号五都市员要就职，伫就职的进程，咱来到这个所在。一个无自由的所在，一个代表马英九压迫的所在，来这个所在来向咱的陈水扁总统致敬，另外向台湾人民、向台湾土地来宣誓。来再讲一遍，咱有两个意义。第一意义，来到这的人拢是上关心阿扁阿总统的好朋友，咱来到这个所在向陈水扁总统、台湾人的总统来致意。来致敬。第二个意义，咱来到这个所在，向我们团、咱的车友、这片土地，我们团结，咱的台湾人民，向台湾人民来宣誓。台湾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，不是那个动员旗，更加不是吊旗旗的架顶那个意象。所以咱来到这，向台湾人民宣誓。啊，今仔日有咱一边一个宣誓。英鲁交一年，陈东山秘书长也已经来到现场，咱掌声来向陈东山。连线会议都算出来，连线的召集人，高雄市议员第新组第二员，咱掌声来欢迎召集人。啊，跨境比较少，来到台北。哦，另外跟一个黄月春老师这两位吼，在需要会来到现场。五都咱30几位市议员陆续会到场。靠住请假的人员，今仔日有30位议员会来到这个所在，用陈水扁总统致敬，用台湾人民的关系。首先，我要把麦克交予咱连线名誉总召集人、前总统府秘书长，咱的陈东山召集人，来，我先来欢迎。啊，谢谢。